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，每当夜幕降临，看着这万家灯火，我都忍不住问自己，这么多房子到底哪个才是我的？兄弟，我懂你，在这个城市啊，没有那么容易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。不过咱们是男人，男人就一定不能放弃，要拼搏努力。就像我今天刚好攒够了首付，现在我就去买套房。那你加油。谢谢。到底哪个房子才是我的？兄弟，不是说了吗，不着急，只要努力，一定会有房子的，等着吧。我有房，你看吧。我有房，那就两半小区 A 栋 B 栋 C 栋都是我的，那边是家爱小区吧？那是别墅区，那有一半是我的。不是，你有那么多房，你还敢看个毛啊？就是因为房子太多了嘛，都找不到哪是哪儿。我现在就是找这个广富小区，都不知道在哪儿。后头广富小区，我就住 C 栋六楼602。C 栋602啊？那是我的房子。哎呦，搞了半天是房东啊？我都给搞忘了，得六七年了吧？差不多。这六七年你是不是一分钱房租都没给？我想给啊。那你给啊，六年36万。今天你要不碰碰我，要不提这个事儿，你是不是永远想不起这套房？你是不是得谢谢我？有道理。走啊。这哥们真有意思，六年攒房租攒了个手。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